バット天理酒店ファイノケラボ。接下来是决胜局，双方继续比赛。哈菲兹是在这个局间换了一件运动衫，比赛当中体能消耗比较大，出了很多汗。两人连续斗往前，平抽挡好球。Service over. One love.这是第一次哈菲兹在一局比赛里面开局处于领先，前两局开局都是陶菲克领先。因为羽毛球的三局比赛都是打到21分，这每球得分。那到决胜局的时候，对两个人体能要求会更高一点。Service over. Four three. 两人抢到高点之后，往前的动作都很小，出手很快，很突然。对方不知道他是会放网还是再回到底线，所以来回跑都会比较辛苦。节奏快了之后，两个人好像失误就有些多了，手上的节在这种快的节奏下，手上控制就没有那么准了。一个滚网球，这本来是哈菲兹比较主动的一个球，丢的也很可惜。
Seven, five.好球，七分。这个球又是陶菲克抢先开始平抽，而且自己比较主动。这些年的这个男子单打比赛呢，我们看到双打的一些技术在男单里面运用越来越多，特别是平抽打已经成为了很多高水平男子单打选手的一个重要的战术组成部分。不用再来陶菲克在休息的时候把护腰给解下去了。羽毛球呢是一个对身体各个关节的负担都比较大的一个项目，在从事这个项目，特别我觉得爱好者呢还是要注意好自己身体素质训练，减少受伤。对于这些职业选手来说呢，出现一些伤病是很难避免的。11-8 in the ball. And please.